台湾110天正式成立，我们对华联华侨的这一件事情开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，因为一下子就把世界距离拉近，因为在海外的华联华侨，我遇到了问题非常，或者安全的问题，可以直接拨打。我们的人民警察在一边做得非常好，那我们海外相信无论去哪里有家的问题，在中国，非常有安全，在海外我们生活在外面非常提心吊胆，外面的警察不管你是非常紧张，所以当场抓到不然是抓不到，比如说还有美国的警察执法是乱开枪打人的这些，在国内是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，现在我们的公安部执法警察是非常非常人性化，非常站在人民的角度，所以我们海外的华人华侨参与的这个很少。